真朝纲，真朝纲。草原中花发佛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小姐，你又在想黄浦公子了吧？死丫头，公子写诗给你，你还不写诗回他？他那个急性子啊，会急出病来的。你说的对。哎，荣兰，你去安排文房四宝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哎，还要准备一面铜镜。一面铜镜啊。哎，小姐，要镜子干嘛呀？待会儿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小姐，荣兰，小姐，小姐，现在就告诉我们要镜子干嘛呀？你赶快去准备吧，一会儿啊，你就知道了啊！快去吧。那我先去了。哎，小姐，快来啊！
前准备啊。知道了。丫头，这个用黄线，这个呢用红线。知道了。苏大娘，苏大娘，苏大娘。哎呀，死丫头，疯疯癫癫的干什么啊。我告诉你啊，黄埔公子又来信了，我家小姐急着写回信呢。小姐，小姐，快来啊。女大当嫁，我看大喜的日子快到了。哎，老爷不是出征了吗？那怎么办喜事啊？出征该回来了，等老爷回来，小姐就可以出阁了。是啊，要搬嫁妆，要制新衣。哎，迎着花得赶紧绣啊。对，苏大娘，你要为小姐操劳啊。谁说不是啊，孟夫人故事，小姐的事，我们应该操劳。哎，小姐回来了，小姐，小姐回来了。妈，哎，小姐回来了。丽君姐，乳娘。哎，哎呀，这并蒂莲真鲜艳呢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乳娘，你看这儿。哦，哎呀，妹妹的手是越来越巧了。你看，这朵是你，这朵呀是少华。妹妹，等你出阁的时候，我给你绣一对鸳鸯。一只是你，另一只是小妹夫。你呀，君姐，你看你，你真会。乳娘，好了好了，乳娘，好了，你看呢，别闹了。娘，你就护着他，擦擦汗。眼看小姐长大就要出阁了，可惜夫人啊，乳娘，您就是我的亲母亲。映雪妹妹呢？映雪妹妹就是我的亲妹妹，我永远奉养你们。哎呀，折煞老身了。哎呦，乳娘。小姐，你不是要写信吗？荣兰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镜子呢？有。快走吧。哎，这丫头啊。爹，爹爹，孩儿拜见爹爹。何事啊？啊，爹爹，兵书写好了，请爹爹过目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放那儿吧。啊，哎，爹爹，为何焦躁不安？
能否速给孩儿一听，也让孩儿为您分忧解愁啊。你岳父孟元在家大难临头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哎，孟元帅平叛失利被擒，刘杰趁机谎报圣上，污蔑孟元帅叛国投敌，容颜大怒，降下圣旨要满门抄斩。可怜呐，丽君小女呀、啊，爹爹，刘杰这个老贼，我找他算账去。站住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这样鲁莽行事，非但是以卵击石，还误了救孟家的大事。那以爹爹之见呢？好，来来来，依我看呐、啊嗯，这个事儿啊，这么办。公子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请公子放心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你要化妆成商人，快马抄小路，火速赶到，晚了就救不了小姐全家了。知道了，请公子放心。嗯。Thank you.
君当做磐石，妾当做蒲苇，蒲苇韧如丝，磐石无转移。小姐，小姐，啊，小姐，信写好了吗？啊，写好了。嗯。你要镜子是写这样的好信啊，公子看了真可为他的一寸相思一寸灰了。你公子啊，学古人的诗寄给你，你呀、啊、又学古人的诗寄给他，真可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这个死丫头，你看我打别打我，你看你拨嘴，你小姐别恼了，我讨饶还不成吗？哎，小姐，我还有件大事要跟你说呢。什么大事啊？花园对面那个李家大爷咳得好厉害哦。哦，那你先去拿一点杏仁、陈皮、党参，要他煎服一下。哎，好。等一下，嗯，我还是亲自去看看。嗯。唉，可惜我不是个男儿。那怕什么？变呗。变。鬼丫头又说疯话，人怎么能变呢？嗯，小姐，你忘了花木兰？花木兰？哎呀，那是古人嘛，古人变得，我们变不得，人家还代父从军呢。我们女扮男装给人看病有何不可？女扮男装，哎，老爷年轻时的衣冠都还在呢。是吗？嗯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走。哎，好了，我送给小姐看看，不知道她喜欢不喜欢。真好看，她一定会喜欢的。是吗？哎，哦，对了，娘，把这朵花也送给丽君姐啊。哎，就说是我给她的。好。红儿，在，公子有何吩咐？
准备药箱。小生我要替李大爷看病。是。来，童儿，在公子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都准备好了。咱们走。是。走。哎。怎么了呀，娘？这修房里有两个男子，哎呀！啊，娘，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不不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一个书生，一个童儿，私闯绣楼，这还了得？哎，快叫人呐！这快叫人呐！哎呀，快来人呐！娘，是我们，大娘，是我们。姑娘，你快进来看看，好好瞧一瞧。我们，我是荣兰啊。你们啊，哎呀，把我都吓死了！还给乳娘，调皮鬼！我以为是何方野人来闯绣楼呢，说的倒挺像。老爷要是看到了，也会高兴的，做梦都会笑醒了。哎，你们好端端的，这身打扮干嘛？小姐想给李大爷治病，可是女孩家怎好出门呢？哎，说的是啊，要想行善，还得装个假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外公在世行医时，还留下两件好东西，我去给你拿来。丽君姐，丽君姐怎么样？你看我，好，瞧他戴着这帽子，好看吗？们，快来啊！哎，来了来了，乳娘。小姐，你看，这是你外公当年行医用过的旧物。我瞧瞧。当年你外公说，传女不传男，把全身的本领都传给你母亲。现在，你是女成母业了，你外公和母亲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。嗯。李君，苏大娘，有人打。小姐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您去吧。小姐，快看呀，瞧。哎，我说客官，你们别着急，我已经禀报了。哦，来来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说客官呐，你怎么能随便关门呢？啊，我有急事要见你家小姐。找小姐？是，要见小姐。你是谁？我是京城黄埔元帅府的亲信家将，快去禀报小姐。是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有急信要交给你家小姐。我是小姐奶妈，客官请放心。嗯。啊，好吧。给。哎，管家，快带这位客官到大厅休息。是，客官请。好。乳娘，娘，有什么事啊？京城黄埔府的急信，小姐，快看。哦。又奉丽君小姐专赐，孟伯父平叛失利，兵败被擒，恨国丈刘杰谎奏圣上，乌城年伯助逆投敌，现龙心大怒，严旨抄斩满门，钦差不日便到，皆书望速逃命，免遭生灵涂炭。爹爹，爹爹，小姐，小姐，丽君姐，小姐，快去拿水，快，丽君姐，行行行，荣兰。
前国丈刘杰婉梅要聘小姐为媳，被老爷和小姐回绝，他怀恨在心，公报私仇，借故陷害的呀。这个奸贼！丽君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丽君姐，妹妹。风云突变，潮将起，飞鸟遇难过头里，奶娘啊，不幸家遭灭门火，恕我难报不与恩，招数一刀脱身难，凄凉坏的妹妹乞讨生。哦，丽君姐，自幼相伴同长大，亲生骨肉姐妹情，愿与小姐共生死，绝不离你求贪生。小姐，要生要死我们都在一起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死也跟着你。一道玉石俱焚，我不能连累你们呐。我的傻小姐，难道你就在这儿白白等死不成？哦，对了，我老家就在河南苏家庄，走，跟我一起回老家去。娘，只好此去河南，千里迢迢，我们都是女子，没个男人，路上多有不便呢。说的也是，这没有男子，这怎么办呢？是，这没有男子怎么办呢？嗯，啊，有了，姐，玉娘，刚才您不是把我们都当成男人了吗？我们再改扮成男人，一路上以母子兄妹主仆相称，这样也可被人耳目啊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哎，把药箱也带上吧。对了，把布幡和串铃也带上，这样你就成了走方郎中了。对了，你就叫你外公的堂名丽君玉。好，乳娘，你和妹妹快去开库房，将那些金银财物分给卑仆，叫他们赶快逃命吧。啊，是，走。娘，哦，蓉兰，来。哎，你把他送去交付妹妹送信的家将，叫他亲手交给黄埔公子，危在旦夕，休书不及，这幅画像一记钟情了啊！快去吧。哎，快点，哎哎，快点，我走了。哎，这位客官，你把心放好，一定要交给黄埔公子啊。好，放心，一路当心啊。哎，快关门。哎，没有了，姑娘，一个人。
追他，走，给我追！是是是，追！娘，快点，快点，娘，快走。从这里经过啊！往那边跑了，到底往哪儿？啊！快说！我顺着官道往那边跑了。顺着官道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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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顺着官道走，快跑跑！顺着官道追，快！这个山岗就是过了。收拾东西吧，哎，小姐快走，快快点，咱们走吧。哎，船家，船家，我们要上船。哦，那就快上来吧。哎，啊，快点，童儿，快。公子啊，哦，公子回来了。哎，孟府情况怎么样？这是小姐给你的信。好，小姐还说些什么吗？哦，都在信里了。啊，你辛苦了，回去歇息吧。多谢公子。
还看不到苏大娘他们的船呢。公子，找不到他们可怎么办呢？能不能去找京城兄长呢？少华呀，少华，少华，少华，我的画像，我的画像，你收到了，你收到了，你收到了。苏大娘他们呢？就是啊，到哪去了呀？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了。船家啊，这船是往河南开的吗？往河南呐？哎呦，应该从那边走了，从那边。错了，哎呀，船家，赶快掉头吧！啊，哎呀，快点，怎么办呢？难怪找不到苏大娘他们。哎呀，船家，船家，你快一点吧，快点走，快点。哎。二位客官呐，船家，快点儿！哎，快！一上船，就催着我赶快走，也没说清楚。是是啊。哎，还追得上他们吗？船家，快！小子，哎，快划呀！是嘞，爷，有好事了！哎，娘，怎么还不见他们来呀？再等等吧，啊！哎，船家，请等等，我的儿子和书童还在后面，丢下他们怎么办呢？等，我们可等不及喽！快划！是爹。哎，爹，嗯，咱们什么时候吃饭呢？等会儿就吃了。哎，好嘞。娘，也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，万一他们有个好歹，我们可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夫人呢？我们真不该上这条船。什么？不该上这条船？
我们还不想带呢。大嫂，这河水可溜得很嘞，来得就去不得。就是，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还能找不到河南老家？放心吧。大嫂啊，看你们母女二人好像是落难之人呢。啊？放心吧，有我们父子两人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们。啊？嗯？娘，娘。好啊，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娘，不对呀，船家停下来了，船家，娘怎么停了？到了，我们有急事儿，你们往回划。你可真，我要找儿子，我多给你银两。我们有急事儿，我们有急事儿啊！是啊，你急，我更急呀。是啊，咱更急呀，妹子。来来来，娘，我看你们母女啊，没个当家的男人。我们父子呢，也没个当家的主妇。你们今儿是个黄道吉日，咱们两家就合成一家了，怎么样？啊！今晚成了亲，咱们就一起去找儿子，啊？怎么样？啊！娘，是你娘，船家，船家，我们都是落难之人，求你。
求你俩吧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们了，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啊，老天爷的安排，求求你们了，保佑我们吧，来吧，咱们亲热亲热，俩最般配了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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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来，你给我亲热亲热，别正经了，来。你这个疯老婆子，哎，去！妹子，哎，你别跑了，这起来，这你干什么？哎，把他拉走，拉进去，拉进去，推进去，推进去，快快快！哎，给进去，哎，哎，哎，快开船！快走啊，快走，妹子，娘娘，妹子，妹子，你娘死了，现在你跟我过吧，咱俩过啊！又死了一个，爹怎么办？快开床！Thank you.
老爹啊，请问苏家庄怎么走啊？苏家庄，我们这里没有苏家庄啊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对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有。哦，公子，那就不知道了。来，多谢了。不谢不谢。来，走吧。来。童儿，来，慢点儿。来，小心。小姐，哎呀，走不动了。荣兰，来。咬咬牙，哎呀，来，走，小姐，前面有座庙，啊，我们进去歇歇吧。好，咱们就在这歇会儿吧。我实在累死。我饿得走不动了呀。是的，我也饿。到那去找点吃的。好，你去看看。小姐，你冷吧？我去找点柴火给你取暖。啊，不，你快去求菩萨保佑。我自己去取柴，快去吧啊！好，去吧。香味了，快吃吧啊，荣兰。
云兰，你要做大事了。我，我的宰相还做大事？小雨，你别鼓动作乐了吧。云兰，你还记得我常让你背诵的先人的教诲吗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小姐，我要做大事嘞。是啊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呀、啊。把嘴擦干净，快点！哎呀，你看你那个嘴是越擦越脏，怎么办？来，别出声。这，师傅，擦什么？吃吧吃吧，藏什么，我们这里呀、啊、生瓜熟枣逮着就咬，看你们二位啊也不像是偷鸡摸狗的，不饿到这份田地是不会来吃贡品的。啊，来来来，吃这个，这是善男信女结缘上供的啊，来吃馒头。吃了这个呀，菩萨会保佑你们的。谢谢师父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师父。刚才啊，我大老远的听见这里嘻嘻哈哈的，我们佛门呐、啊、讲究个清净。是是是，看来你们都是正经人呐、啊、对。祖传名医。哦，你们是郎中啊？祖传薄技。我家公子啊是祖传三代郎中。祖传郎中，那好，有个病人你们可敢知？不知何人，师父请讲。我们庄上的人都姓厉，就叫厉家庄。庄上的厉员外，他有个独生儿子，视如命根子，不幸染病在床。厉员外可是个大善人啊、你们不妨去试试，也好找个住处。这公子，荣发，哎，我们走。公子，我们到了啊。荣发，你去叫门。哎，东西放下。有人吗？公子，有人在吗？哦，谁呀？哦，二位客官，请问这是厉员外府上吗？啊，正是。听慧明法师说，你们家公子得了病。是啊。我家相公有祖传秘方，是来给你们家公子治病的。哦，哎呦，真是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快，快请，快请进。哦，快，我来。哎，来，哎，啊，请请请。醒醒，欢喜归来，欢喜归来。活神是为疾病消灾，活神是为
魂，堂堂勇才，魂兮归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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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归来归来。儿，你醒醒啊！哎，老爷，慧明法师请来一位郎中。儿啊，你醒醒啊！仙姑，仙姑，我的儿子不行了，你快救救他，快救救他呀！哎呀，儿啊，儿啊，哎，公子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这有一位郎中。什么郎中不郎中？不要慌乱，员外，我虽不才，又知救死扶伤，若有一线转机，便是万千之幸，何不让我试一试？贵客一片诚意，老朽敢不从命。快请，你爸拿针来。哎，快快，公子。九转金丹连九转，金丹服后难成仙。一转金丹，不知三年难成仙。二转金丹，不知二年难成醒了，醒了，儿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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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父亲，儿，你醒来了，你醒来了，哎呀，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哎呀，老伯，来人呐，在拆掉香案，轰走那个巫婆。是。天令了，老妖婆子，拆掉香案，不要啊！快点，公子的性命都是俺爹给耽误了，你这个大骗子，走，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点，快！干什么？我的香炉？什么香炉啊？啊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！嗯啊，有劳你辛苦一夜，小儿总算是活过来了。员外，昨晚我施的是救急针。只治得一时昏厥，不能根除病症。哦，那就快请恩公高枕。好。
脉象，伏而不实，果然凶险啊！哎呀，我也知道，小儿病重无望，所以连后事也……哦，员外，你且慢悲伤。依小生看来，脉象虽险，还是有救的。你在宽慰我呀？哦，员外，公子性当年轻啊，体质未亏，他的脉象浮而不速，沉稳缓慢，便是可救之象啊。若是狂躁急速，这就难了。啊！请恩公救命啊！公子是腹水不泄，毒入肝肾，致使浮肿昏迷呀，必须引泻。所说极是啊！来人呐！在。准备笔墨。是。请恩公刻堂赐方。嗯，快请。请课堂用茶来。哎，好，请坐。不知恩公赐何灵丹妙药？哦，员外，学生没有什么九转金丹，只需跪地特产一味。不知是何宝物？玉米须。这玉米须也能治这样的重病啊？对，先以玉米须煎服，以泻腹中之水，学生再开一个处方，利便解毒，再配以金针，公子之病便有救了。哎呀，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来人呐，看茶。请。哎，哦，员外，待我处方先服三剂，看看如何。好，笔墨伺候。员外，好，快去抓药。是，快是。恩公救我儿一命，还未请教恩公的高姓大名啊。哦，学生丽君。学生丽君玉。哎呀，巧啊！你也姓厉，五百年前同一家，我们是宗亲呐。恩公，不要走了，就在舍下住下了。哎呀，员外，这怎么好打搅呢？哎呀，分明是我有求于你呀、啊，你要体谅我的一番心意啊。来，你们坐，我去准备酒宴。哎呀，小姐，你真行啊。县令，外公要点好礼金。
了。嗯，公子，真有你的。公子，喝药吧。好。哎，慢点。哦，我自己来吧。哎。公子，下来走走吧。哎。哎，我扶你。怎么了？啊，还是坐下吧。哎，小兄弟，你真好。小姐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厉家庄虽好，毕竟不是久恋之地呀。哎呦，这几天也真够热闹的。唉，如兰，如兰，唉，万水深，我心步步半起。
真情在，千山万水也要找一句，找一句。谁呀？是我，正在做梦呢。是我，快开门啊！小心，小心！公子，有人，有人啊！快，快，快穿衣服！公子，哎，来了！快开门啊！出来，快点！转身，转身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来了！快点，如来了，来了！请进。哦，打扰公子了。不必客气。我家员外说今天是厉家大喜的日子、哦、这些衣鞋从未穿过，不成敬意，请恩公试试。哦，多谢了。哎，哎，我来试试。出发。哦，等等啊，你快去拿药吧。啊，好，请。恩公请。员外请。请请、啊、恩公细心调治，竟把小儿的性命从阎王手里得了回来，此恩此情，天高地厚，无以为报啊。员外，老夫有一心愿呐、啊、员外请讲，小生遵命。好，请。本来我们是宗亲，如今呢、啊、我们是亲上加亲，就是一家人了啊。你是小儿的兄长，
我就多了一个。哦，父亲大人在上，请受孩儿大礼参拜。兄长，快请快请。兄长，快请坐。贤弟请。坐坐坐。啊，兄长，小弟有一事相求。哦，贤弟，请讲。贤弟，儿子，儿啊，儿啊，贤弟，儿啊，我去买药，看到大街上贴有榜文，皇上恩典，下月京城会试。明堂原是一榜解元，可惜害此重病，不能赶考，这样一误就是三年呐，实在可惜。如今恩公一小儿皆为兄弟，我们又成为父子，我想你两个名字换一下，你就叫立明堂啊，你就叫立君义，这样你们都是我的儿子。你带兄弟去应试，倘若皇榜得中，岂不都是我厉家的荣耀吗？哎呀，这如何使得？倘若今后查江下来，怕什么？我说你是我的儿子立明堂，谁又能说你不是呢？啊，这个你看，这倒是进京寻找少华的难得机。如今恩公一小儿皆为兄弟，我们又成为父子，我想你两个名字换一下，你就叫立明堂啊，你就叫立君义，这样你们都是我的儿子。你带兄弟去应试，倘若皇榜得中，岂不都是我厉家的荣耀吗？哎呀，这如何使得？倘若今后查江下来，怕什么？我说你是我的儿子立明堂，谁又能说你不是呢？啊，这个你看，这倒是进京寻找少华的难得机会呀。只是偌大的京城，我主仆二人少不更事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只怕这个你就不必多虑了。我有个好友名叫王道成，在京城吉祥街开了一个王家老店，他是店老板，我修书一封，恳托他对你多照应呢。嗯，不光是吃住，我要他把你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照管呐。好，此去京城路途遥远，我儿要珍重啊。父亲大人在家也要保重啊。好，一路多多小心。哎，儿啊，嗯，到了京城，这封信你要亲手交给王大叔，
你的一切由他照应啊。哎，多谢父亲大人想得周到。啊，荣芳小弟。啊，小生此病不仅多亏仁兄的医治，还得多谢荣发小弟的精心调理啊。公子不必客气。啊，此去京城山高路远，一路上还请荣发小弟替我多多照顾他。公子请放心，我一定照办，还望公子静心养病，早日康复。公子，咱们上路吧。好，父亲大人保重。好，有爱保重。好好好，贤弟保重。仁兄保重。一路保重，保重啊，保重啊。哎，公子啊，你瞧那边。哎呀，是那么多灯笼。哎，公子，你瞧那儿，哎呀，多漂亮呀！哎呀，哎，公子，好久不见了。荣华，哎，来，吴家老店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公子，咱们问问吧。好的。哎，瞧那边来人了。哎。哎，哦，请老婆，你知道王家老店在哪儿吗？对，在那边。多谢了，多谢了，老婆。哎，令尊大人，好久没有见了，身体还好啊？哦，家言托付平安。啊，好好好，难为他还想到我这位老乡啊。哎，老友家里如何呀？哦，特叫我问候叔父大人。哈哈，贤侄啊，令尊常对我夸起你呀。荣发，你先下去。说他有个知书达理、温顺贤良的好儿子，今日一见呢，还得加上“貌似潘安”四个字啊。哦，叔父大人见笑呢。哎，哪里哪里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谢坐。贤侄啊，听说你得了重病，我放心不下，但鞭长莫及，爱莫能助，这个病能治好可真不容易啊。不知是哪位名医所治啊？常言道，丹方气死名医啊，多亏了丹方对症，这才转危为安呢。这真是老菩萨保佑啊。看贤侄的气色，红光满面，毫无害过病的样子呀，不是亲眼所见，真叫我不敢相信呐。多谢伯父大人关心。好，令尊写信嘱托，概不从命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只管好好准备应试。多谢叔父大人。哎，啊，贤侄啊，你一表人才，难得少有大志啊，可惜我膝下无女，否则我定要招你为婿啊。多谢侄儿年幼，功名未就，此事不急，此事不急呀。有志气，有志气。好，贤侄安心读书吧。哎，叔父大人走好。哎，走好啊，小姐。快点，小姐，快来。哎，
孝敬，念书吧，快念吧。念吧。天子良缘，梁太师招亲了。是梁太师招亲了。哎，昨天考场怎么样？哎呀，宋兄啊，昨天考场上见着你，今儿你也来了啊。来呀，招婿呀，梁太师招亲了啊。跟帖文书，好，去吧。你的，好，去吧。管家，嗯，就你这样还来招亲呢？去去去，我去去去去。哎，真倒霉。啊，给您。多大了？二十。功名？啊，秀才。啊，更迭文书我看看。嗯，好，去吧。你呢？你来干什么？来招亲啊。你来招亲的？你想拿我小姐开心呢？去去去去。你就是三十五岁还来招亲，走吧。多大了？十八了。功名？秀才。啊，更迭文书我看看。哎，给您。嗯，好，请。哎，过去。来，你的。哎，好，这我的。去吧。哎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哎，这是我的。哎，好，十八。嗯，秀才。哎呀，今天啊，是小姐抛绣球啊，是要抛。走走吧，我不去了。哎呀，去吧去吧，啊！哎呀，好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，太笑太笑啊！看看你这里练足了啊！府中备下喜堂，不论哪位公子接到彩球，便披红挂彩，
啊，当夜成欢。对对，好啊，猜猜是吧？有经验，不记得。对。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吧。好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哎，走。哎，小姐快出来啊！还没出来，没有。走，小姐出来。哎呀，小姐好漂亮啊！猫太师爷，不好了，小姐抛彩球被一阵风吹到墙外去了。知道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我家公子是路过的，不是来招亲的，放开我！哎呦，姑爷，你可不能走啊，姑爷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哎，姑爷，你可千万不能走啊！胡说！我们是路过的，拉上我们干什么呀？不是，快走，公子，你这儿了吧？公子，你们放子，公子荣花，你回去告诉王大叔，让他来救我。哎，快去吧。太师爷，你看这，这墙外鱼龙混杂，求若大众贩夫走卒。是，哎呀，是啊。哎呀，恭喜老爷，贺喜老爷，彩球打中了一位貌似潘安的年轻书生，还是位来京会试的一榜解元呢。啊，真的？哎，快快有请。是，快快有请。啊，是是是，老爷有请新姑爷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啊，请请。禀报老爷，新姑爷驾到。去去去去。啊！天下竟有这样俊美的书生啊，这真是我女儿的福气呀、啊！他啊，禀报老爷。这书生他说什么啊？他说他不愿意招亲。嗯，不愿招亲。哼，怎么，难道我堂堂太师府的千金还辱没你不成？哼，太师爷，太师爷，我你还有何言可对？我啊，太师爷，学生年幼，功不成名不就，未立业，如何先立家呢？更何况父母远在故乡，婚姻大事难以禀告高堂，恕学生从命。我愿以为你不懂礼义，不懂人情世故，如今看来你是既有志气又懂得孝道。这倒叫老夫越来越喜欢你了。
哎，黄大叔，黄大叔，黄大叔啊，快，什么事儿啊？不，快，我说东方，干什么这？闯大祸了！哎呀，这什么大祸呀？太师傅小姐，炮打在胸，打出我家公子，把我家公子拉进父子成亲了。哈，我当是什么大事呢？原来是这事儿啊！小伙子，你不懂，这是件大喜事啊！哎呦，我懂呀，可是我家公子不能办这件大喜事。王大叔，快走，快走！怎么，怎么不能办呢？他不是病好了吗？哎呀，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。反正你快跟我去救他吧，快走！东方，慢一点，慢了就来不及了。是啊。当然，婚姻大事当然要遵从父母之命。可你的父母还远在故乡，这样我可以派人把你的双亲接来，如何？太师爷，千万使不得，千万使不得呀。这又是为着什么呢？太师爷，太师爷，禀报太师爷，门外有一位自称是厉公子叔父的人请求觐见。啊，好啊，来的正是时候，快快有请。是，请。参见太师爷。请起。谢谢太师爷。请。请，请。公子，请坐，请坐。太师爷在此，哪有小人的座位啊？哎，不要过谦。我们快成为亲戚了，不敢高攀呐。走，太师爷请。你是厉公子的叔父？回禀太师，我和厉公子之父是八拜之交的兄弟啊。那太好了，你也当得了这个家了。叔父大人，你向太师爷求求情，放我回去吧。不知小侄有何失礼之处啊？哪有什么失礼呀？小女抛打彩球，月下老人神灵相助，打中了令侄，这可是天赐良缘呐。可是令侄不给老夫一点面子，我是磨破了嘴皮，他执意不肯，不知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这个，他曾经害过大病，康复不久啊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他如今的气色是白里透红，谈吐之间毫无倦怠之意。比常人还好看呢。是啊，是啊，太师所言极是。只是，叔父大人。叔父大人，千万不能答应啊！这个啊，我明白了。莫非家中已有妻室？这好，回禀叔父大人啊。敢讲无妨。回禀太师，小侄哪有妻室啊？他的父亲还写信给我，要我多多留心，为他物色个才貌双全的千金小姐呀。哎呀，这不就是父母之命吗？小侄啊，我受你父亲之托成全此事，也算我对得起老朋友了。
叔父啊，恭喜恭喜你贤侄啊，喜得太师的千金呢、啊、太师啊，恭喜恭喜你，恭喜啊。上哪儿啊？啊，请姑爷沐浴啊。什么、啊、姑爷请。我不沐浴啊。姑爷姑爷姑爷，你听我说，姑爷都准备好了，姑爷快请你沐浴吧。我不沐浴。姑爷今天晚上就要入洞房了，你不沐浴怎么行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姑爷请请请。哎呦，姑爷你不沐浴老爷会怪罪我的呀。姑爷求求你了，姑爷我们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姑爷请你赶快沐浴呀、啊、姑爷姑爷姑爷。哼，你们这样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？姑爷说的对，姑爷你们也太不像话了，老老实实听姑爷吩咐啊。是，姑爷请吩咐。好，你们把我的书童荣发火速找来，要他伺候我沐浴。你们在室外小心看守，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搅，倘有疏忽严惩不贷。这才像我们相府姑爷的气派，你们按照姑爷的吩咐去做吧。 去做吧。是是满堂明月中。
痴痴等我泄乱狂，怎知我如履薄冰进洞房。他娇儿轻轻地踩踩在我心上，步步柔情暖进我心房。亘古深深催明镜，今我冷只留头一伤。亘古深深催得脸烫心儿慌，来者可是温柔多情郎，为何无话讲？叫我怎样讲？心潮如涌，口难张，口难张，口难张。其担惊受怕，苦挨煎熬，不如拼着一死向小姐诉说真情，也许她能深明大义，怜我苦心，把我放走，救我一命。如其不然，也求个速死，免受止罪。小姐，官人，实不相瞒，我不是官人，是女人。什么？
血无落水。老太师人间妇女在船舱，莫非几人天无娘惨死，妹妹也险遭不测。丽君姐，总算是劫后余生，今日喜得重逢。只是你怎么竟敢到相府招亲呢？我哪敢哟，我是躲也躲不掉啊。说来话长啊。哎呀，气死人了，小姐今晚洞房这一关你怎么过呀？小哥哥，今个是小姐和姑爷的大喜日子。是是，你怎么不喝酒啊？来，兄弟我敬你一杯。喝完了，兄弟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好好耍耍啊，再找个妖姐儿咱们玩玩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，走吧。哎，你小哥哥，我跟你放开我，你还不好意思，你不去我去。你还是慕名来顶考的呀，可不是吗？现在三场都过了，只等发榜了。哎，万一考中了呢？你呀入朝做官，这可不是等闲儿戏呀。如今你还登上了当朝太师的女婿，爹爹知道，这，哎呀，这如何得了啊？哎呀，我早都已经不得了了。哎，妹妹，你要替我想个办法呀。我，啊。事已至此，我看只好将错就错，你我且做假夫妻，慢慢伺机寻找黄埔公子，为朝廷除奸，为老爷伸冤报仇。妹妹，这太委屈你了。丽君姐，别这样。我背下不依
有心，一刀砍出两道血痕，饮血原味知己死，苦命鸳鸯叫苦命人啊。没大意，其实我一半。丽君姐，这哪是的，只是我们假凤虚凰在爹爹面前如何躲得过呀。啊，妹妹你就放心吧，我以九拜男装断无破绽，不信咱们来试试。娘子，妹妹，妹妹你说呀，官人，哎，向状元公报喜啦！来来来来来，这是我们厉相公。参见厉相公。女门三级浪，平定一声雷，金封大笔，考选天下奇才，万岁皇恩浩荡，御笔钦点河南立明堂为金科状元，与状元公磕头报喜。请起，请起。看赏。谢状元公。哈哈哈哈哈啊，贤婿女儿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谢岳父大人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夫人请。官人。我女儿真有眼力呀，这彩球不落在墙内，偏偏落在墙外，替我找了一个茂盛潘安、才不子建的状元郎女婿。贤婿啊，你我翁婿同朝，这是何等的风光啊。报禀老太师。嗯，快讲。内廷全昌公公传万岁口谕，老太后病重，召太师火速进宫。即刻进宫。